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俏美食本期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个萝卜的做法。萝卜洗干净之后，全部切成粗的条状。再把萝卜条放在太阳下面晒几个小时。晒至八成干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萝卜里面加入辣椒面、盐、糖、生抽。所有调料放好之后，开始给它拌匀。萝卜条拌匀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。萝卜条这样做非常的脆，口感非常好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相思昨日送你的